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这是一个正立方体啊，它的12个边哈，带上方向后，共有多少个不相同的向量？我们看哦，这个12个边的话，它总共有几个方向呢？就是沿着 X 方向、Y 方向、Z 方向的，所以它有什么呢？它有三个呢，这个。等于是说左右的方向，每三个的话，就每一个哈、哦，它都可以往这边或者是往这边的，有2个方向，所以总共呢，总共有6个呀，有6个不同的向量。后面是这一个，2个了，3个，4个，5个，6个，总共有6个呢不相同的向量。